ไปใส่ยุ่งหลงของของไปก็เคลื่อนขยายยาว咩？你要你要慢慢，唔係你要過一輪，就會變翻做720啦。佢唔係即時幫你做到，佢係要一段時間，佢會慢慢變翻。唔係喎，嗰次你用高普影嗰啲全部1080嘅喎。唔同啊，高普還高普啊嘛，高普我係用嗰張卡去擺翻落去啊嘛，你明啊？佢本身已經係1080啊嘛，我唔係用個 YouTube 嚟改啊，令到佢變1080啊嘛。係啊，但係你嗰個手機可以影1080啊嘛。唔係手機嘅1080咧，係你部片咧係慢慢轉嘅，即係話佢有一定時間，要過咗一段時間咧，佢就會變1080嘅，好得意啊！我初都以為，咦點解？我明明係用到高我 set 咗係1080啊，點解出嚟都仲係360啊咁樣嘅，都去唔到嘅。跟住咧過咗幾日之後，你睇翻佢又有翻1080，好得意嘅喎。因為你解像太低太低咧，冇人睇噶啦。而家連拍都係 4K 出嚟噶啦，嗰啲已經係 4K 都要你個電視、你個電話。可以 support 得到 4K 先得噶，唔緊要㗎，你都播到出嚟㗎嘛，其實嗱，屋企用緊嗰啲電視機就真係得啦，你電腦啊、手機呢啲嘅，即係你手機嚟都你最中介嘅，手機嚟嘅，但係屋企電視唔得㗎，屋企電視如果你整個 8K 嘅片落個 4K 電視咧，佢係出唔到嘅。睇下你個電視都唔係 8K， 你點可以變到 8K？ 但電腦可以咯，電腦如果你嗰個電腦唔係 8K 噶，你個 mon 但一樣可以出到噶。但係冇 8K 咁靚啦，肯定。咁係嘅，咁當然係啦。正常你電腦係可以去到 4K， 因為佢電腦通常嘅解像度係高過你個電視機噶嘛。個電腦個 mon 啊，同埋你張 display 卡啊。個模唔一定㗎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你個模擺定係幾多？我都冇啦，我冇懷疑啊，要翻去睇。嗱，我最近買咗華碩嗰只模咧，係2600乘1440嘅。其實出邊市面上大部分嘅電腦模都係1920乘1080嘅啫。